上台，我分别上台的。然后我现在再介绍一个重要的人，就是我这个戏四年来一直的搭档，也是制片人，也是美国张金峰公司的综合总经理陈荣小姐姐。从我们两个第一次谈这个剧本，然后忘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个玩命，就是终于今天看到这个，还不敢说破茧成蝶，成不成蝴蝶也不知道，至少那茧先破了，飞出来到底是蛾子还是蝴蝶，这个要让大家来说。那我们要谢谢陈荣女士今天莅临现场，然后给予这部电影的支持。好了，导演，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预告片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为什么会拍这部电影？我想可能是所有媒体首先会问您的问题，因为这是您带着剧组第一次的公开亮相吗？是不是和大家分享一下？听说您整整准备了七年。对，因为这之前拍了三个小文艺片，然后各种原因也都大家没看见，然后这第一次做一个正经的，面向所有人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的一个动作，一个武侠片吧。我觉得之所以选在一个民国的京剧的这么一个平台上，我用最简单的话说吧，我觉得每一个武侠片就要最重要解决两个问题，一个就叫为什么打，这些人为什么打架？我觉得为什么打架这个事就是他们有什么信仰。那有的人可能是说为了全人类，或者为了上帝，为了什么去打。那我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人要打架？我觉得这找到一个信仰，就是说武生这个群体，他们信仰的就是他们在舞台上一直演的那些英雄。就我给他们两个各写了两句话，就是说在台上用自己演英雄，就是武生；在台下用英雄演自己。就是他们有这个信仰，他们才会为了自己这个信仰去动作。第二个就是说他怎么打，因为有过这么多动作片前辈大师们有打的天昏地暗，打的飞檐走壁，然后我就希望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打起来看到的一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这功夫上千年来的传承，其中最漂亮的、最浓缩的、被各连续很多代大师浓缩到舞台上的就是京剧武生。所以武生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招一式都是我们整个武术的精华的凝聚在舞台上，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平台，就是民国的京剧，这样解决了为什么打和怎么打这两个问题。为什么打？怎么打？打得怎么样？二位打还不过瘾。过瘾真的是生猛。期待下一部片子再继续打。好，现在大伙生二啊，导演就差没把导演打一顿了。是的，其实这样一部戏哈，在这个民国的年代，在梨园这个行当里面发生，可能也会是它的一个看点。前一段时间在香港吧，洪金宝大哥他自己就说，他从影这么多年拍了200多部电影，看到了无数的剧本，但是他认为优秀的剧本，他觉得最好的剧本只有一个，就是《大武生》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肯定。而且绝对不会是因为宣传影片而去说，他不会是这样的。我觉得那还要感谢邹静之老师吧，就洪金宝的大哥，邹静之老师知识就不叫大哥了。邹老师因为自己，除了是优秀的编剧，也是一个大票友，就是京剧大票友。其实我自己想，不是，我想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只看过三个京剧，一本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这么一个平台。所以邹静之老师，因为他对京剧、对所有的东西非常的了解，所以他用了写了很多稿。这个剧本最后一共到拍的时候，一共写了41稿。天啊！然后就写了邹老师还有41稿。邹老师写了前面5稿，然后我跟陈支配人改了30多稿，然后包括演员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，包括洪金宝大哥加入以后，洪金宝大哥加入最早，他比他们都早大半年，洪金宝大哥整个在剧组待了1年，就是研究京剧和武术怎么结合等等。洪大哥也提了很多好的意见，演员们等等，所以说最后改了41稿才拍成。因为他喜欢，所以他会这么用心去拍。你们二位看到剧本的时候，也是不是被深深吸引的那一种感觉？对啊，因为之前看到剧本，因为说实在，剧本是我的经纪人跟我解释跟我讲这样子，然后听了，然后
在那个过程就会觉得说有很多惊喜，有很多那种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，对，所以就非常喜欢。嗯，刚刚呢？那个时候是小松哥给我发到我的邮箱里说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剧本来看。那我正好我结束差不多也1点多，半夜1点多才结束，完我回家我就看，就一切全部看完，实在太好看了，就一切全部都看完。睡衣全没，然后直接就把通宵看完，就感觉在脑子里面已经呈现了画面，呈现了这部电影，所以对这个角色呢，我也特别喜欢。期待，我们的期待值都到这里了。其实为什么是韩庚第一部电影？其实他红了有很长时间了，就1-2年了，有很多剧本找他。那个刘谦也是第一部电影，刘谦也有很多剧本找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挺高兴的，就是说。选了一大堆，然后之后最后第一个来了这个。不仅有这剧本了，还有您的个人魅力了。我是真的，我这次特幸运，就是说，荧幕上呈现的都是最年轻、最新鲜的这些人，但是荧幕后面都是千锤百炼的老家伙。然后我特幸运的就是有摩根，老摩根同志，那个像白求恩一样，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起弄这个事儿。然后有洪金宝大哥40年200部戏的经验，然后有邹静之老师，有这3个大佬站在我这个旁边，所以我这次学习非常多，然后我也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。我想说，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认真努力的做过一件事儿，就是音乐就不说了，那就弹着吉他就跟玩似的。然后以前拍了3个电影。那3个电影的总投资加在一起，当然是这部电影的1/5，那3个加在一起，付出的精力就更不用说。这次我真的是体会到什么叫职业化，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一个。我中间瘦了，可惜你没看见，我现在又胖回来了。我今天还挺瘦的，尤其穿黑衬衣。那跟他们一比，这个。期待小松导演的音乐，我觉得是大家不用说的，是顶级的棒啊！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呢，之前也看过，觉得你很有才华，很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。但是这部戏我觉得还不仅是如此了，它是一个动作、爱情、偶像最华丽的武打。你光有想法，其实光有想法只有了20%。嗯，你有一，比如你有一想法，你说哎呀，我想一幕让人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酷帅的电影，但是没他俩，我的眼睛了，所以就没有。比如说你想京剧跟武术结合，你想的很容易。你要没有像胡金宝大哥，他是七小福的大哥，对，七小福就是练武生出身的，从小童子功练京剧，所以他又用了1年的时间，整个去做这个所有的小样研究，就跟研发一科技产品一样，就怎么把京剧跟武术给结合起来。如果你没有这些，你光有一个想法，那是没用的。有想法也很重要，所以有了您的想法，具体的实施，当然还有我们两位这个偶像巨星，超人气的巨星，这部电影一定会是得到大家的喜欢的。我还想最后再问问两位这个型男啊，将来有没有这个？你看这次和洪金宝大哥合作了，会不会向动作明星发展？有没有这想法？刚才你说还打得不过瘾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有没有向动作明星发展？很希望。那下次的片子我也很希望跟洪大哥应该一起合作，如果他能收我这个徒弟的话，我更幸运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之前有拍过几部戏，然后我觉得洪金宝大哥他在戏还没开拍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整个招数全部都拍一遍给我们看，对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所以非常的愉快地跟他一起合作的。好的，抱歉，我还要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刚刚在短片里看到大 S 了，我知道她在这部戏里面一般女性角色一定要负责感情戏嘛，但听说她不仅如此还有打戏的部分，所以而且和你们都有合作，所以可不可以请三位男士来评价一下这次和大 S 的合作？导演先来。我找她就是因为这里面那个席慕兰的角色就是她本人，就是，所以我跟他就是一句话，当时我就跟他这么讲，现在他演完了我还是这么讲，就是在他面前所有的男人都是孩子，只有他是一个女人，其他的男人到他的面前都变成了男人。最像大 S 的一部戏，最像大 S 自己的一部戏。好的，哎，吴尊，那跟他一起合作啊，觉得他因为他拍戏经验可能比我们多，
然后他就很会照顾大家，对，然后在拍戏的时候也非常专业，所以大家合作都很愉快。好的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戏，那跟他对手戏也比较多，他的经验也比较多，那在他的身上我也学了很多的东西，我觉得他在工作上面非常尽力的一个人。对。好了，那这是我们主创的第一次亮相，其实呢也分享了不少自己的这种感受给大家了。那之后呢，我们还会有系列很多的活动，我们再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来揭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正式启动这部电影的宣传了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准备好的糖果拿到我们的舞台上来。啊，还有这个？哎呀，很隆重的。这么大的果能戳着我脸吗？好，今天是《大无声》这部电影，应该说也是历史性的一刻，正式在今天启动上映宣传。我们先请三位先不要击鼓吧，我们是不是先配合媒体朋友拍张照片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两边对，好。你们是不是想让他俩站在台上，没我呢？我们都要，都要，都要。我们先拍俩两秒钟我，然后我就站这儿。没关系，我们有我，我们站在前面就行了。你们俩脸加一块儿挡不住我的脸，来，先来一点由我来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，先来一款非常正，就是很正式的这种，是吧？哎，小松导演，给你个机会吧，我们玩个三连拍吧，你平时都在幕后在监视器看别人，我们今天都想看看你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喊第一张、第二张、第三张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做三个动作，两位帅哥不用讲了，怎么摆都帅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的。稍微侧着一点，机架都挡不上，好吧。